Hello, welcome to the first episode of our online food show. 大家好，我是 Lobang King 王伟良，我是 Wayang King 林俊良 ，and together we are Makan Kings. So today, Lobang, 你带我去哪里？我带你去给浪。给浪，中在旁边哦，吃火辣辣的，吃火辣辣的 Laksa. Let's go.老板卖几年啦？卖有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啦、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秘方？一样啊，就是我的岳父教我的。岳父教你的、啊？嗯。哦，专门有卖Laksa and 虾面。就是虾面，虾面，虾面还是上面？虾面，虾面，虾面是拿上来的，但是虾面是我自己学的。哦，一天可以卖多少碗？一天可以卖到好像两百多碗这样啊，200多碗一天哇，卖28年了，快30年了。那之前都是你岳父在卖？我岳父已经跑在外面跑搭三轮车了，搭三轮车来卖，跑外面了。所以我帮我的这块放给他了。给了，以前他也是在给他卖啊。以前我们在给他卖。哦，对 ，always been in 给他，大脚是在给他卖。然后才开了店，这给人家做是啊，在这边站了大概七十六年，86年到现在，76年，你跟我86年，我跟他都还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游泳吧？那等一下我们一定好好来尝尝这个辣椒，你试试看，真的，哦来了，他一碗而已，还没够，你没有啊？我没有，你没有，哎呀，没有关系。怎样？我每次欺负你，OK， 这次让我将功赎罪。真的吗？你坐在这边，我做给你吃。所以啊，我帮你那个 magazine 还给你哦。真的，所以我很感激你。在那边坐 ，OK， 我做拉沙给你吃。You wanna cook for me? I cook for you. OK， 可以吗，老板 ？OK， 让我变成厨师。我每次都欺负Wayang King，这次我决定做一次好人，煮东西给他吃，因为我们是 brother。红色的油啊，可以啊，不用紧，那个放辣椒，给那只肥猪吃的，不用紧，辣椒啊，辣椒，辣椒，辣死了，他以为我能酱好哦，我们一定要给Wayang King知道，我们把辣椒盖住，每次沙坡我们都是辣死。Thanks man for making this bowl of laksa. 你带我来野浪，带我来吃辣的，还帮我煮一碗laksa。真的，我们是 brother 就不要讲这种话，对不对？好喽，快点吃饭去，趁热。老板，还有啥毛病？我还有啥问题呢？哇，这个是真的，老板。大哥，你是卖辣椒加laksa。那话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讲。我以为你喜欢吃辣吗？不是啦，我是蛮喜欢吃辣。I like spicy one 的。要讲是个心意嘛，对不对？是。我特别加辣椒给你的，说你要我吃在辣在口里，甜在心里啊。哇，你知道旁边都有卖。But it's really good, it's really good. 真的很好吃，是。我刚才放了这么多辣椒啊，其实我也想试试看，尝一下辣，辣椒多，但是它的味道依然不变，还是一样的吧。我女自己去自煮的，因为这碗辣沙是我特别用心做给 Wayang King 吃的，不错，那是 appreciate OK， 可以了，罗曼 King 吗？这边辣沙 King 吗？现在就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吃饱了，
So that's it for our first episode of Makan Kings.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queries, please leave them in the comment section below. Next week, Lim Pei. Lim Pei? Lim Pei. Lim Pei. I will cook for him. 你要煮东西给我吃啊？嗯，不懂你会不会下辣椒辣死我？不如敬请期待 Makan Kings 感感事。